车子怪怪的，车子怪怪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有点，那顺便慢活一下了，像脚踏车一样牵一下这样。等一下，是哦，这样就好了。第一届139限道牵车大会，来139-21，第一届139牵车大会的第一位牵车斗士，来，请问你的小名还是绰号？猫奴。哦，猫奴哦，哦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第二位怎么称呼？黄伟。黄伟。骑车骑累了就来徒步慢活139最快活。哎，第三位来了，对，怎么称呼？小斗鱼。对，好，走了，牵第一届牵车大会正式展开了。牵车斗士，感谢啊，准备了，准备，做好牵车姿势，双手扶正龙头，然后车身靠大头，出发了。Go! Go! 哦，走啊！慢活139啊，慢步慢步。可以啊，神到我现在后面，小心了，你们后面小心了，慢慢来。好。哦，你要210的，你还得很快。谢谢，谢谢。一起徒步139。哎，厉害！四十上歹行。哎，谢谢。慢活139。139的是要我们看的了，速限40要我们看的。累了累了累了，再停一下哦。谢谢。上坡路小心哦！可以哈，好。可以啊，要休息哦，跟我讲啊，我就先到上坡上面。往里射，哎，要小心！奥斯，冰淇淋的。